这个腿坏死，把它治了，没留不起了。对呀。尿尿，大腿小腿都全部萎缩了，那之后都一个腿医生儿就医了，又长了一点钱，不然这条腿就得赶了人了。那他其实还是可以哦，医术还是可以的。针灸，天天针灸，扎了3-4个月吧。 扎了一点钱，扎起了好不？有啊，一天起码背1-2百针嘛。背1-2百针？啊，扎了4个月，前后嘛，前后把所有穴位都扎穿，都扎完。然后就还是改善了很多个。 哦，你原来这条腿是病人的，现在有点儿热气气了，但是他的血的回流就不行，回流还不好，他就干不起。说明你没，走路都是歪的嘛，歪的。说明你没扎好噻。走路都是歪的喽。 你想把抽的咋样？他抽不起来，抽过去他还回转了。<笑>嗯，他没得那个的，没得自主神经的。没得张力了。原先是连一点热气气都没得，现在还有点热气气。热气都没得，就说明神经那些各方面都不好啊。就这个神经失了。 就是神经的事，但是他还没干。这条腿花了20多万，你说？才把他整过来。神都去医啊！华西神医院。 算是医到了嘛？医到治的，治成啥子都干不起活了。说明你没得好啊！当时是咋个遭到的哦？啥子原因遭到的哦？股骨头，他腰椎压到神经嘛，现在得起出来，然后就腰椎滑脱，腰椎滑脱又股骨头滑脱，就股骨头坏死，就影响了这条腿。 嗯，不是这条腿的还是挣钱，这条腿就花钱，这现在就花钱。年轻的时候挣钱了都。